Selina 何素要求暖床 Hebe 之呼好变态。大家好，我们是 SSC。哇，好有活力的声音啊！女子天团 SHE 随着 Selina 相遇，姐妹们终于可以合体联手捞钱，是联手代言。这回被新竹县政府相中，担任2013台湾灯会代言人，三人还有专属公仔花灯。你们两个看到这个公仔是我们真的这个公仔，你们感觉如何呢？我有问题，为什么 Selina 当记者提问要被鸭子声？我先讲。这太好了。我刚刚一直忍不住想去那边拍照，衣服很那个有设计感的，其实有设计感，我们没有穿过的那个，对，特别有一种动物风。我的衣服上面是有点黑色蕾丝，有点粉红的，带一点性感。对。说着花灯，连 Hebe 老妈都聊了，可以参与制作。我妈有这么厉害？你妈有吗？还是你妈偷偷做件事情没有跟你讲？该不会是 Hebe 忙着准备专辑，没空关心妈妈吧？我要开始拍 MV， 进入企划期了。也要进入宿舍期了，这个也很令人呀呀呀呀！要自己洗衣服吗？可能要吧。好，谢谢。还是你们会帮我们洗？他说的，你讲的，你说的哦。你每天都来帮我洗，你要帮我铺床。你要不要暖床？暖床，暖床的，你是什么老人？谢谢大家。新闻，你们要不要回家聊？报道。